守得好哎、欸，没有啦，他对手不太会玩，这六百杯对手都很烂，不然应该已经输了。我的观众对我的要求应该很高啊，怎么这几天开始一直吹捧我，我很不习惯啊。嗯，这边放弃了，跟我一样玻璃心呢、欸。六月十七，真的很多人生。末地比较好看，我也觉得末地比较好看。末地比较好看，你搞阿公没错吧？去跟你老板讲，薪水太低。去跟你老板讲，跟我讲干嘛？我觉得麦克武装还是好弱，没什么用。如果他武装改成一瞬间大面积，同一时间丢出一堆炸弹，那就有用了。就敌人是必中的话，那就很有用。但麦克可爱，可爱能当饭吃吗？你还真别说，还真的可以。靠腰啊！你们几个人，通常这样子玩的下场就是输掉。拜，死去！如果他那个他伤害其实应该翻倍啦，如果炸下去是1400滴的话，那我就觉得有用了。炸700真的太痒了，没什么感觉。哎，你进来了吗？没炸好。哎，他很气，他很气，他很气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排掉。哎呦！干！Oh my god！ 太早踢，哎、欸，你很歪哦，白色你哥，哦，生气了，我是没有这个意思啦，不过你自己踢进去了，那也好。我最近也没什么爬了，我这两个月都没爬，太花时间了。觉得该拿这些时间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我自从没有爬分之后，整个人都变好了呢。我都拿我平常爬分的时间去扶老奶奶过马路呢。哇 ，Holy shit, man！Oh my god! God damn it! 哇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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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杀人没关系，会接会射就好了，牛逼牛逼，跟路人玩就是有这个好处，都可以看到一些很 special 的操作。啊，家里没了。没错，我也是一个路人，想不到吧？炸豆豆啊！我跟豆豆有深仇大恨。
也很气啊，他也很生气啊。2020还有人足球玩流，你怎么不说？还有人足球玩麦克？血鬼要多少才强啊？血鬼足球，如果你可以单排哦，上800杯，足球模式只打足球，单排上800。你其实就还不错了，你如果可以单排上900，那真的是蛮强。800是有实力，就是及格，900是整体强。血鬼金库800哦，你是神吧？你不是鬼啊，你是神。这球可能会被进，这条大。哇，不要挂网啊！还好，他很气。哦，我队友挂网，吓死我了！捡到一场。两场，咖喱鬼嘞蹦。不要震到哦哦！啊！我也好雷哦 ！QQ。哈哈，到底要捡几次啊？我会生气哦。是不是在挂网？去躲他，去躲他，快点！看那个石蜡薯条。还卡墙哦！哦，感冒，赶快点给我撕撕，好骗啊！哇，骂来玩都比你强哎，老板。不是啊，他，你冲过去死就算了，你卡墙一次也就算了，你给我卡三次，他是不是在解任务啊？如果真的是解任务，我就原谅他。完了完了，血鬼也失误了。Oh my！ 血力有点溜。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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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